刚刚买了辆车，叫Master 6 我觉得不错，因为蛮省油啦。然后最近我就是整天驾就是驾来做广告的。Master 我有啦，我可能是改还是买差一点。我最近买了奥迪的哇，做广告也不错。之前你我要买辆车。哇，其实 OK 啦，但是现在是有点贵了，我花大了。我真的觉得。然后最近你女朋友吗？前班上你大学，这样没有人追你。少年人是啊，喵。我觉得单身是有点啦，不用顾虑太多啊。是吧？觉得。是你的吗？那我蛮成熟，不用管这个嘛，那个。都来陪你。那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个人住啊？你吗？不是，我是最近是租的那个啊，哦，租啊，租的，是你家我。打算要在福建买一间屋子哦。也不错啊，我们也是昨天刚买吧，哎，真的呀。哇，哎，不错，那边呢？很美呀。哦，奔涛三十，叫你来看一下。没有你，没有你。因为哦，我打算结婚。哦。来呀。所以就买了间房子，我的第一间家，当然还会有多钱，就是第一间。来哦。我有东西要做，我先走。你陪我未来的生活谈一下，看一下他有什么好的姐妹可以介绍给你。说你是我班长，然后他找他班长，你就有机会了。没有，没你们先聊一下哦。你在哪里？不用等我了，我不会回来啊，我不会跟你结婚的啦。就算他不要你，我要你。就算他不要我，我也不要你。